他妈中路最好不要来，我直接让你掉星啊！人上来，你给我跑下面！妈，垃圾中路，假赛！这把我要捡，这把我要捡，我要认真打，这把我要做精华。天才带出官方 LINE 小老鼠 MVP 6666，正规合法带出，价格公道，被锁包赔，或者点击资讯栏连接加入，各种游戏都有，欢迎介绍给朋友。天才带出，让你的游戏更好玩。请选择禁用英雄。累了，今天突然不想玩奖品了，今天要打传说打到十二点，可以撞我吗？随便哦，一下凯撒不要闹，正常了，随便了。技出的问题吗？我觉得应该是队友这样的问题。怎么搞嘞？我们试试看那个炎魔战斧吧。怎么传说都开一下下而已？哎，今天要开三小时哎，很久嘞。他妈中路最好不要来，我直接让你掉星啊！他的粪人上来，你给我跑下面！妈，垃圾中路，假赛！这把我要捡。这把我要捡，我要认真打，这把我要做精华。这把我要捡，谁？我突然有干劲了。对嘛，就是要这一种的嘛，不然怎么搞？哇、哦，一下单杀哎、欸，好强！现在看不到谁开麦是不是？六，对不起，一下呀，一下开麦吗？哎呀，先出那个减伤刀，一技能就会缓速，缓到对方就很 OP 了。这个是那个假赛哥吗？欸、我下去他会不会叫假赛？应该不会吧。好，等下是凯撒哥，来。来了来了，加塞哥，回轮没办法玩，哎，不会啦，都可以玩的啦，队友不要崩，什么都可以玩。看透了，开麦的肯定不是中路，不行，这一段不能只有我看到，我的粉丝也要看到。刚那个前面的语音太经典了。哎，我要过去，我要过去，等下被假赛哥骂。射手开麦哦，开麦的是射手，那他很派，太牙开的呀。误会了，误会了，我以为是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假赛哥来来来，镜花水月，你小心啊，中路你小心啊，假赛哥，不要让他不开心啊。我帮你打，假赛哥。他刚继续送了，妈的，好棒啊！妈的！哎呀，没有听到他讲话。还是要出红刀了，这角色要出红刀。不管了，先捡了。假赛哥，太帅了，必须捡。